只有本王拿到了凯莎的神圣武器库，才能让卡尔内孙子跪着喊我爸爸。回去告诉卡尔，天使永不向黑暗屈服。如何调用宝库，你一定知道吧？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驾驭了神圣凯莎，知识宝库，也就驾驭了整个宇宙。我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要帮助一个落后的男性天使文明？心怀鬼胎，但凡冲着我来！你还有我，林夕、之心、诸多姐妹。人为创造，就存在人为的毁灭。银河之力。 再考验我的耐心，这把费雷泽的账给你算算。华叶。